怎么禅？第一个，跨越刚刚的本体的本质，禅要跟着走，跟着刚刚那一条五线走。禅要上来了以后，然后跨越到刚刚这一条要被我们修行的枝条，另外这一支一样，缠绕过来，然后被我们修行的枝条在这里，好，把它缠绕过来，开始往上45度到60度延伸的缠绕，我都会把角度还有缠绕的工序跟各位讲得非常清楚，把它的口诀稍微记一下，就比较没有问题。然后另外这一个引线缠到另外这一支，一样45度，要每一个都贴好我们的枝条往上延伸。其实呢，这个枝条以后是要当成重生塑形的主干的。缠好了以后呢，各位看一下我的手势，这边往内，然后手扶住以后再往外，它是不是在末端就会向阳 ？OK， 一样，末端哦，让它向阳，末端让它向阳，多出来的枝没有女线缠到，先不要管它，好，然后打一支的主要的主干延伸。末端再让它向阳，这些下位叶都要拿掉，才不会那么复杂。所以这一棵树将来会这样长，就会变成一个重生树形的结构，去往外延伸的生长。这样知道没？好，谢谢。